我们是社区民警，是每个学期到校园里面去做一个法治宣传，上一趟法治课。法治课就是这个幼儿小孩来讲的话，他这个注意力不太容易集中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穿插这个一个好看的一个舞蹈，找到几个比较有街舞基础的小朋友，走到前台来一起参与跳舞。这个舞蹈我们是1987年念高中的时候，大概有30年吧。小朋友和这个幼儿园老师反映的效果都生动有趣。